臭屁虫，正盯着我们这只大西瓜。臭屁虫正在走向我们的大西瓜。哇，我们臭屁虫发现了一只很大的西瓜。那我们的臭屁虫找到了一个西瓜。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小猪佩奇、弟弟乔治、乔治猪，我们的弟弟乔治和小猪佩奇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水果呢？哦，我们的小猪佩奇，姐姐啊，我们姐姐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猪。大家准备了美味的橙子，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小伙伴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红红的苹果。好的，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们的这位小伙伴。是我们的超级飞侠，我们的多多，是我们的多多超级飞侠给大家带来了红色的大苹果。小猪佩奇、弟弟乔治带来的星辰。臭屁虫的大西瓜，超级飞侠多多的红苹果，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带来的星辰。好，先让我们的超级飞侠多多变成橙机器人。好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呢，用我们的臭屁虫、超级飞侠多多以及我们的小猪佩奇以及他的弟弟乔治猪一起分享他们各自带来的三种不同的水果。好，先给大家一起切开我们的小猪佩奇带来的这款鲜橙。哇，切开了这只星辰，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哇，很诱人的橙色。然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剖开我的臭屁虫发现了这只大西瓜。哇，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款熟透了的大西瓜，是由我们的臭屁虫大家准备的。好，我们先给它放在一边。好，然后用我们的超级飞侠多多给大家准备的这只红红的大苹果，我们也给它切开。熟透的红苹果。好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食物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下交换分享。好，首先我们的臭屁虫和我们的小猪佩奇换了一块西瓜和他们的橙子，然后呢，我们的多多超级飞侠又和我们的乔治猪这边也换了一块橙子，然后呢，又多多和我们的臭屁虫更换一只西瓜。好的，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三方小伙伴这边，我们的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这边呢，现在他们拥有了一半的西瓜和一半的红苹果，
你的多多有一半的橙子，一半的西瓜。你的臭屁虫呢，现在有半片橙子，半个红苹果。好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我们的好伙伴去分享他们美味的食物。好的，小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哦，再见。